哎呀，太好了！三有三立地，我就能回家见我爸妈了。爸妈，怎么样？安全，休得大意，待我再去打探。 啊！嘘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哎，什么人？啊！吓死宝宝了！别卖萌。 干嘛的？路过的，路过的，哎，路过的怎么穿着军衣呀？这，你们不也穿着军衣吗？咱们一样，一样个屁！我这是兵，你这怎么是秋呢？嗯，你那两点哪去了？ 哎，不是，这一路兵荒马乱的，我跑得太快，那俩点给跑丢了。大哥，他不会是个奸细吧？嗯，他不是奸细。你看，你跑丢一个点，我跑丢一个点，他怎么就不能跑丢两个点呢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说大哥，这个弟弟说的好啊！你看他是个兵，他是个乓，我是个球，乒乓球，一个下午，对不对？哎，咱们一队的。乒乓球，大哥，他是奸细。哦，那不要紧。 咱们有破解之法呀！对呀，来，一请天地动，二请日月星，三请惊天雷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既然都请到了，那我就讲上两句。你讲什么？快说完你的词儿。我说完了呀。你说什么了？你没说。我刚才说了呀，我。他说了吗？这。大哥，他是奸细。不是，这，咱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 啊，再来一遍！一请天地动，二请日月星，三请惊天雷，四请宇宙风。哎，哎哎，大哥，对对对，别告诉聪明了。啊，我错了是吧？大哥，你忘了？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既然是自己人，得罪了。哎，我们有任务在身，突袭曹家庄，告辞，告辞。我家？什么？我家？你家？啊？我家。 掐啊！只一算呐，哎，各位，前方路途太过凶险，而且今天不宜出行，恐怕你们有去无回。这馅儿有啊。那大哥，既然如此，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怎么办啊？快想想办法。问我啊？你们直奔大漠而行，那我们就去大漠告辞了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！哎呀，我天哪！等会儿。 哎，不对呀，我想明白了，没有，没带着干粮，我们怎么去大漠？是啊，哎呀，这都怪我，我给忘了。你看我这包裹里全是干粮，来，兄弟们，路上吃，一路好走，啊，好走。 这，你看你们有没有个喝酒的器具是吧？嘴对着嘴喝太不卫生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，这出门怎么还带碗呢？你们，那就少喝一点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喝酒不骑马啊，骑马不喝酒，喝酒不骑马。行，我们都腿儿着来的，你就到吧。没有，都自己人，你这。等一下。 我一直都在怀疑你，但是，我错了，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这兄弟说的有点过分。其实我看，大哥，我把人球撕下来了。你怎么这么不礼貌啊？你把人家，那就把你的再撕下来，给大哥补上。
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哎呀呀呀呀，对，哎呀，这么以后我们哥仨就搁大漠混了。哎，去那儿找我们好使，好使。来，兄弟们，一路好走啊！这就这么走啊？行，那我先干为敬。哎，等会儿，哎哎，完了，没戏了。那行了，大哥，大恩不言谢，告辞了。好弟弟，走了哥。好弟弟，去大漠。等等，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。这风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装半天了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大漠不是人去的地儿啊，贼热呀，你们得记着多喝点水，要是实在没水了，记着弟把身上大块布撕下来，蘸点河沟里的汤子，贴脸上也能补补水呀、啊！你不要不依不舍的，该都走你们的，就是。大哥，你那个秋我也就忍了，这个足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是足呢？这字念脆。枉我们拿你当自己人呐！你是个奸细呀！宰了他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想回家，我就跑啊跑啊！我有错吗？我就是不想打仗，我想回个家，怎么了？各位大哥，我跟你，我那酒好喝吗？那是给我爹准备的。冲出来，弄死他们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兄弟们，冲出来！快！